通常问一下，就是关于在新北某幼儿园的喂药案，侯友宜昨天两度要你来负责啦，你会不会觉得逻辑错乱？这个事件的重点应该画在孩子的，因为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些孩子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孙子，那我们会有多难过？我们应该要将心比心，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健康。所以我还是要强调，请侯市长或新北市政府应该要尽速成立医疗团队来保护这些孩子的健康。侯市长加油，一定要好好照顾小孩子。好，谢谢。